洛桑的十个冷知识。第一，当年洛桑的突然离世让赵本山背负了20年的冤屈。对于洛桑的意外去世，矛头直指他的竞争对手赵本山。对此，赵本山也曾出面澄清，也没平息此事。直到20年后，洛桑的师傅柏林在节目中道出洛桑是酒后驾车造成的车祸，才洗清赵本山的冤屈。第二，郭德纲的书房里有张收藏了30年的借条，那是洛桑问郭德纲借钱时打的。郭德纲之所以还留着那张借条，是对故去的好友的怀念。第三，嗜酒如命的洛桑只要发了工资，都会叫上三五好友去吃酒，一直请到月中，手头紧了，他就自己弄块榨菜配酒。到了月底，他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喝一杯白水配一杯酒，又是一顿。第四，洛桑开启了模仿秀的先河，他不仅能模仿人的打斗声，天生具有极强模仿能力的洛桑还能将赵本山希特勒的声音模仿的惟妙惟肖。不仅如此，被称为 B-box 第一人的洛桑一个人能组建一个乐队，他能模仿小号、长号、架子鼓等10种乐器的声音。第五，洛桑似乎是为艺术而生，在他13岁时，中央民族学院舞蹈戏曲他们是招生，只招收了2个学生，其中就成绩一般但很有舞蹈天赋的洛桑。毕业后，年仅18岁的洛桑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舞蹈团。第六，如果洛桑没有去世，那他在相声界的名望一定比郭德纲还要高。郭德纲评价他是不是出的天才，马季先生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第七，洛桑在文工团时可能因为前途一片大好，他的肚子按耐不住的鼓了起来，洛桑也从昔日的台主变成团里的边缘人物。之后他被借调到说唱团，和16岁的郭德纲一起在团里打杂。第八，被评为最红的笑星之一的洛桑凭借系列相声节目《洛桑学艺》火遍大江南北。洛桑把自身的特长发挥到极致，融汇了诸多艺术元素，他凭借此获得了中国曲艺家协会颁发的94新人奖，而这一形式的出现也让模仿秀成为时尚。第九，1995年，洛桑参加完酒局驱车回家，行到半路撞上一辆停在路上的大卡车，造成悲剧的发生，年仅27岁的相声天才离开了我们。第十，洛桑生于四川康定市，因为父亲是藏族人，母亲是汉族人，所以洛桑有2个名字，藏族名为洛桑尼玛，汉族名为杨红。